哋进入另外一个全场紧逼嘅防守位置，大家其实一睇就应该估到啦，或者推敲到啦。其实我哋将一个半场嘅212防守阵式，头先已经讲咗啦，推到去变咗大212，不过系用半场式。咁而家咧就去到前场都做呢个212。好啦，212 ，OK。其实你一个进攻成功嘅进攻咧，你只要即刻对位咧，我都系讲嗰句啦，佢哋未必咁快又已经翻到去前场。咁你只要即刻嗰一刻对翻自己嘅位，边个最近嘅，即刻做一啲嘅 delay， 唔俾佢开波啦，或者系唔俾佢过前场啦，其实都会有一定嘅果效嘅。都系嗰句，最紧要睇下当时教练俾你哋嘅指示，又或者球员要练紧啲乜嘢。OK， 咁好啦，讲下呢个二一二啦，个企位啦。好啦，假设当时四个白色即系进攻队啦嘅球员系咁样企，咁好清楚啦，摆咗个阵式都系二一二啦。好啦，有阵时有啲位去对唔对啊？可以去埋噶，总之第一下对咗佢。如果呢个喺呢度 ，OK， 咁样对咗嘅中锋可以喺度噶。当然可以慢慢褪啦，视乎佢俾到边，咁都系维持翻个阵式。因为点解？企翻个中锋喺度咧，就唔俾中间咁容易去攞波。系啊，假设佢呢度俾咗个波出去，真系俾佢开到波啦，都系逼边，逼到呢个球员系耷低个头拍波。即系当然啦，如果呢个强嘅，梗系尽量唔好俾佢攞波啦。呢个运球啊、速度啊，所有嘢都强嘅，咁啊截咗中唔俾佢回中啦，系啊。咁好啦，呢个中间就有出现呢个果效啦。咁当然啦，后场就要睇临尾两个，我哋叫三四号位啦，佢哋嘅防守啦。因为又系一句，只要呢个防守错误，挂住骑头或者做一啲嘅协防工作，帮呢一个，当呢个波推过嚟啊，系啦，呢个又逼紧边，好似，但系呢个挂住抢截，咁就输噶啦。输乜嘢？呢个一个 long pass， 咁呢个就过去攞波，前场走篮 ，OK， 呢个帮唔切噶啦。就算帮多次咧，都系得个追字嘅啫。基本上，除非你呢个球员又系超音速啦，好快嘅，咁就可以帮到，不过就危险咯，系啊。咁好啦，当褪到俾佢哋开到波，又冇违例过到前场，咁咪守翻大二一二，又或者归宿叫二一二咯。咁就系都系视乎教练临场嘅指示，同埋球员本身对防守嘅积极性啦，或者个态度。因为其实成日都讲我哋 teamwork， 如果其中一个守得唔好，有甩漏，不但要做协防啦，又或者体力又会消耗啦，又或者好容易俾人哋得分，呢个都系问题嘅。咁但系又好多球员咧，而尤其是现今嘅年轻球员咧，佢哋多数都系着重进攻。真係 give me the ball 啦，真係俾個波我進攻好勁嘅，防守就冇力嘅，好多都係忽略咗呢樣嘢咯。啲年輕球員，就算個教練好肺腑婆心話俾佢聽，防守好緊要，好緊要，但佢哋咧通常都係主力集中喺進攻度。所以今次嘅分享咧，係最主要係同大家講分享嘅陣式，從而令到成隊波嘅防守陣式。可能仲比進攻的能力強，我相信對隊波個果效都會好大。咁當然啦，一定要溝通，球員同教練嘅溝通，隊友嘅溝通，呢個好緊要。尤其是場上邊嗰五個隊友，因為你隊波假設有10個、12個、15個，定係得嗰五個有溝通咧，都係冇用嘅。咁你可能有傷啦，有缺席啦，有唔舒服啦，諸如此類嘅原因。但如果你成 team 人做到個 teamwork 或者 team spirit 咧，相信你就算打咩陣式咧，都好容易發揮到出嚟。呢個係任何嘅防守陣式最需要嘅就係溝通同埋嗰個 teamwork。